那我就问佳佳吧。那口水都没有来得及喝下去，脸色大变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样，你吃这个吧，你看。佳佳，你没关系。如果你回答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很满意，那我们就会投满意。嗯，你就不用吃。我想第一轮不能垮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我开始问了啊。就是必须要把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丢到海里去，你会丢谁？我能把你们三个都丢进去吗？好，这是你的回答，对不对？不满意，满意。好，吃。不满意，真的好吓人哦！我真的手都抖，我是真的好害怕哦。换一个，换一个小的吧。要换吗？我不吃，你们也得吃啊。太软了。什么味道吗？真的挺好吃的，真的。好，来，佳佳，你接下来要问谁呢？来了，那就梦辰吧。精彩！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我问你啊，《快乐大本营》和《天天向上》同时邀请了你录节目，嗯。你必须要选一个。大本营已经有海涛了，天天向上还差我。耶、yeah, 哎！这个答案要给满分哎，佳佳，满分，满意呀！啊，好了好了，放过你了。